展袂歹呢。啊，去看画展，因会甲欧公去看豪宅。嗯。啊，看豪宅袂使。嗯。无钱买，啊看豪宅，安尼也袂使。嗯。安尼，问题唔是去看豪宅啊。是啊。啊那安尼，黄文柱啊，干那车驶过，看到豪宅头唔来随我过，袂使看，连看都袂使。嗯。所以你讲这双重标准，我感觉看这林元朗这个问题吼，我感觉卖叫来讲清楚啊。对。伊是你的国策顾问啊。观感。这观感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国策顾问带这个违章建筑，无合法申请。一看来，最明显就是违反农法条例农事的规定。嗯。啊，马英九这个观感怎么样？嗯。你检验苏家全，我嘛赞成啦。用相关的标准检验。还违法呢？是啊。欸、啊，这又违法。啊，社会观感怎么样？这个我不评论。嗯。哦，但是用赶快的标准，马英九你要讲讲话啊。嗯。是。我是认为啊，你好公，早都把金武中公，这不是苏家全解套，我们没有谈要谁解套。嗯。最好都不要解套，弄打打金龙查好清楚，不打金龙个用路途机，对啊，那合不合法打金来查？那要求是这啊，那是讲你起码讲你讲苏家权那个问题哦，嗯啊，我们都虚心接受讲啊，苏家权有这个问题，阿伯村内不啦，我同样问题咱咱来讲嘛，标准起来就是讲哦，再起来了。不，阿公婆大家拢离婚啦，对啦，公报婚礼妇女，妇女关系啊，激动的啦，哇，但是话掉啊，阿你讲唤起大位啦，才值得啦。是，欢迎外水是讲吼，因今嘛想，伊知影拍袂落去，因要解套，因想要让干啊，要酸啊，才开始讲这话。嗯，我今嘛的意思是讲吼，这个不是解套不解套的问题。嗯，咱今嘛是讲，哇，你今嘛已经讲出来讲，爱有一个标准。嗯，啊，咱今嘛大家来个标准讲清楚。嗯，啊，这规定合不合乎？你一准来拍苏家权的这个标准，是咱是问这啊。问题是讲，如果你想讲安尼就不算了，我认为，起码外面进动未使给因解套啊。大家这拢爱讲好清楚，尤其搁有啥物拢提出来，大家看好清楚。因为我讲吼，国栋大哥一定提醒讲吼，这是一个法治问题哦。那如果今天法治是讲，哎，拍会落就有法治，拍袂落就无法治。安尼，咱这個国家为什么？是不是？无啦，上主要是明仔载农委会唔知发文未啦。嗯，未啦。因农委会对于塑胶转型，隔天就发文啦。不，陈主委有讲因地制宜哦。因地制宜哦，你们当袂记的哦。唔是啦，因国民党而制宜吧？怎么因地制宜？我想认为到时候还佫要